大家好，今天要来开箱我姐姐从日本带过来的饼干。首先是这个白巧克力饼干，试试一下它的口感。它看起来是半圆蛋，对。它的白巧克力味道比较重，饼干的味道比较浅一点，还口感偏甜。好，那换白巧克力吃完就黑巧克力，这个应该会，我想应该会比较偏苦一点，不像白巧克力它去掉。应该是，我想应该是可可豆的关系吧。对，我看也是半圆形的，试试看看。比起白巧克力来说，它就比较笨巧克力的味道。对，就是。就是有巧克力的，它些微的苦味在，对，好，那最后一个草莓巧克力，我想女生应该都会喜欢，男生也可以喜欢，感觉应该会比较甜一点，比起前面两个，应该是介于白巧克力跟黑巧克力。的甜度中间，对，草莓味没有到很重，那也没有到很甜，它没有到会腻的感觉，可以一直吃。好，今天就试吃这三个巧克力饼干，拜拜。